那只母的快要抓不住了。真的哦？不是，他们，我觉得他们快分开了。对，他快要抓不住了。对，因为母的他力气比较小。母的是下面吧？母的在。下面那只有危险，握住金，嘿，握住妈的手机。那你来握着，帮爸爸。不用了，我听了。帮爸爸固定好哦。不用。交配呢？金龟子再见。生一个嘞，不是那个，不是他们的 baby。嗯，我录的来了，赶快走啊！10001225，刺激你看，我都赶快下走，我真的接，我真的，我都没接到，太高兴了，快啊，压着你们过马路。哇，这里比较看得好清楚、啊。嗯，真的哦。图图，靠右。不要推我，不然你会，我会拍不清楚。这个我会。图图，你喜欢吃什么？这。图图吃什么？不用摸它哦。我会把这烧成影片给老师。你也是不走路吗？走路，你还在这里？没有啊，我们要，你知道这东西？他们有一个小小的。我们要做的，好棒哦！好，身上别动。哎，高先生，不要动啊！没有摸你啊，中间你动到那边了。Thank you.
哦，没关系，可以。嗯，谢谢。蚂蚁的马路，蚂蚁的马路，小声点。妈妈，我抓到一只。小声。要干什么？妈，我什么？昨天我们就是拍到你了。给他你的背影好感人，不要爸爸，我们就拍下来。今天我们这边我们抓到一只，骑脚踏车回家，好特别哦。我们也要看。如果你要不要上桥了？哎，不要弄它了。不要弄哦，不要弄它。我来帮你。其实我没有看到你的正面，只是看到背影，你就觉得好感人。我就叫我们爸爸一定要停下来拍。我现在才认出啊，就是你们呢。赶快去！哎，他掐我。现在想逃走。他刚才掐潘正的。我说，我们是山上的孩子。瑞晴最喜欢唱哪一首歌？好，来来来。哎，有虫吗？哎，毛毛虫啊！还要不要？乱叫！哦，非常好听哎！不要弄它，跟一般那种滴滴滴的那种甜甜的、细细的声音完全不一样。哦哟，你别！给它爬过来呀！给它爬过来呀！他们找到一只毛毛虫了。不是毛毛虫，哦，不知道是什么。一直给它呀，恶心！好恶心！那像独角仙的幼虫哎。对呀，现在又从一岁就你们，哎，不要动，把它拔出来就好了。妈妈已经做好了，这以前可以吃哎、爬上来了，终于爬上来了。嗯。姐姐，姐姐，爸爸好，他们那个，他们是粪金龟，姐姐，他们快完成。姐姐，那个母的想跑掉，没有，他们快要完成。姐姐，分开了，你看他们分开了，他们对，他说我生完，哎呀，我把我的精子注入进去了。嗯，独角仙也是这样，独角仙也是这样，他们一生完母的就跑到土里面了，分开了。他的蛋，他的蛋，这个是小。嗯，两个分开，嗯，还可以全力打。嗯，他们刚刚剩五分钟哦。妈妈飞全力打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妈妈飞走了？事情，爸爸工作结束啦，就像你放学。他们不用住在一起，他们是分开生活的。阿姨，有妹妹不要动，好，回家嘞，蛮好的。有，咦，这是什么？